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借着约翰福音经上所记载的话，能够对你的心意有更多的体会跟明白。求你来保守赐福我们从你经上所领受的，你的恩都与我们同在，赐福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从十一章，我们今天来看十一章。我先来读第十一章第一节。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她姐姐马大的村子。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他脚的。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他姐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人住了两天，然后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门徒说，拉比，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那里去吗？耶稣回答说，白日不是有12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有光；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门徒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了。耶稣这话是指着他死说的，他们却以为是说照常睡了。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多马又称为以马，就对那同坐门徒的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4天了。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6里路，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伯大尼见耶稣来，就出去迎接他。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上帝求什么，上帝也必赐给你。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对他说，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他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没关系，来，再放下，看你。马大说了这话，就回去那曼大安的地方，对他妹子玛利亚说：“我子来了，叫你。”玛利亚渐渐的就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去。那时耶稣还没有进坟墓，人在马大安见他的地方，他是从玛利亚在家里安慰他的犹太人，见他急忙起来出去，就跟着他，他又。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伏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弟兄必不死。耶稣看见他伏，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两个，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耶稣哭了，他们就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感谢。其中有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死不死？耶稣又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那坟墓四个洞有一块石头挡着。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时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不是走了，
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见了耶稣所做的事，就多有信他的。但其中也有去见法利赛人的，将耶稣所做的事告诉他们。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通会说，这人行好些神迹，我们该怎么办？若这样留着他，人人都要信他，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土地、地主和我们的百姓。内中有一个人名叫该亚法，本年做大祭司，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什么，都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他这话不是出于自己，是因他本人做大祭司，所以既然耶稣将要去这一国死，也不但去这一国死，并要将神四散的子民都聚集归一。从那日起，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所以耶稣不再显来行在犹太人中间，就离开那里，往靠近旷野的地方去，到了一座城，名叫以法莲，就在那里看门徒神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有许多人从乡下上耶路撒冷去，要在节前洁净自己。他们就寻找耶稣，站在殿里彼此说：“你们的意思如何？他不来过节吗？”那时，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早已吩咐说，若有人知道耶稣在哪里，就要报名好去迎他。好，我们今天继续看第十一章。那我跟大家交通过，从第八章开始，第八章开始耶稣就讲了一个要紧的事，就十二节，他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啊，从第八章开始，他就告诉我们，啊，人是活在黑暗当中，啊，那黑暗呢，啊，是人的本相，啊，人的实际的生命的光景。那啊，第一个黑暗的光景，就是人被罪所辖制，是罪的奴仆，是没有自由的。所以耶稣告诉他们，如果我们真是得到真理，真理必叫我们得以自由。那这个真理叫我们得以自由，不是知识上的自由，不是因为我听知道的，我明白的，我领悟的。人常常以为我领悟的就自由的，这叫知识上的自由。这种自由只是一个知识上，不是实在的。所以有一些宗教讲领悟，它是一个知识上，他认为这样自由了，但是实际上啊，并没有。只是他告诉自己要这样子去认定。那自由是什么？不是真正的真理，不仅让你自由，是神的儿子叫你自由。神的儿子叫我们自由，是让我们有神儿子的身份。就是说这件事情呢，不是说因为我看明他了，所以我就不再被他辖制了。就好像有人说，啊，别人如果辱骂你，你就告诉自己，然后原谅他，你原谅他就没事，你不要计较就没事，这是人能做的，知道吧？哦，这个叫做知识上，人用知识上的领悟说去告诉自己，让自己自理。哦，所以有一些人他就说，哦，你这一辈子很辛苦，因为你上辈子欠的，你要接受，你以为说啊，就是上辈子欠的，那就算，不要去计较。这叫知识上的自由，只是一厢情愿的自由，知道吧？哦，但是呢，事实上于事无补，只是怎样？只是让我们好过一些。
但是真正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是你不仅啊，不仅不受那一个问题的困难的辖制，而是什么？而是你真知道自己有什么，真知道自己有什么，知道吗？比如说啊，比如说啊，在这个有人啊看到你，看到你，那么呢，假设我用这个不是很合宜，不过帮助大家来体会，好、哦，比如说你今天呢，啊，你觉得这个书包啊还可以用，虽然旧旧的还可以用，对不对？你就背一个书，背这个书包上学，然后呢，啊，有一个同学就看不起你背一个旧书包，就在那边嘲笑你，是不是？好、哦，那知识上的自由是什么？哎呀，你不要管他了，因为这个学生不懂，对不对？哦、那你不要管他，那你还是做你自己的事，这是知识上的自由。但是除了知识上，而真实的自由是什么？真实的自由是你知道你家里多有钱，知道吗？你知道你家里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很好的书包，这是真正的什么？自由，知道？知道你知道你的本相是什么？这样这两个能够区隔吧？哦、一个是你没有。可是你要说服自己说没有关系，这是人常常想要这样做，啊，所以我没有，可是我一直说服我没有关系，一次两次可以，久了会怎样？久了会累积，会不满，知道吧？然后人会选择逃避，然后再用一些好的话来告诉自己这样逃避是对的，那这不是真自由，真自由是你真的有，真的拥有，拥有那个身份，拥有那个位分，拥有那个丰富。所以 第八章告诉我们，你要真正拥有生命的光，不是因为你觉得 你清楚了，知道吗？所以啊，因为人 不能理解这个光，所以接下来约翰就用生来是瞎眼的告诉我们，就是我们都是生来是瞎眼的，因为我们的罪还在，对不对？那生来是瞎眼的人，你不能说因为我说我们都是瞎眼的，但是呢啊，我摸东西比你清楚，所以我就说我看得比你清楚，你还是什么瞎眼的，所以我们没有光，我们活在黑暗里，第一个是因为我们都被罪辖制，都被罪辖制。那么第十节章就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被罪辖制，为什么知识不能叫我们自由？我再说一次，我们都被罪辖制，知识为什么不能叫我们自由？我们不是可以长大，我们可以明白是非的嘛，对不对？那为什么明白是非不能叫我们自由？人常常以为我知道是非的，我就可以知道，就可以好的，对不对？那事实不尽然，是不是？你告诉孩子说你要用功念书，你成绩才会好，听起来是什么？正确的，对不对？那问题是什么？问题我们都知道啊，但是我们都怎样？做不到，知道？所以问题不在我们不知道，好，知道并不等于有，知道不等于有，特别真理，真理也是这样，我们知道，那我们以为知道了就好了，可以了，其实知道不是有，知道跟拥有是两回事，两回事。所以有些时候啊，我们跟人有冲突，我们常常说哎呀，不讲那一句话就好了，知不知道？知道，可是能不讲吗？不能，因为照样怎样讲出去，因为讲出去是我们的本相，对不对？所以耶稣继续告诉我们，这个叫做律法，知道吗？罪的诠释就是律法，就是因为你知道了，所以罪就把你绑住，知道吗？你不知道罪还不能用律法绑你，就是因为你知道了，罪就可以用律法来怎样来绑住你。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罪的诠释就是律法，这句话其实是一个让人绝望的话，因为你越知道越做不到，或者你知道了更知道自己做不到，就是说
律法只是一个本相，把我们人的人在罪里面的情境显露出来，显露出来。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罪的诠释就是律法。所以第十章为什么讲世界的光要讲律法？因为要告诉我们，我们在黑暗里。所以第九章就是要告诉我们，我们有知识，我们知道真理等等，都不是光。要记得这件事，知道吗？不要以为我们有这些知识我们就是光。这就是法利赛人他们认为的，他们认为说我们知道真理，我们会教导人，我们就是替瞎子领路的。他们认为自己有光，但不是，那不是真光，不是真光。因为我在讲，知道不等于能做到，不等于，要有生命才可以。所以第十章呢，第二福音第十章就继续告诉我们，我讲过的律法这个羊圈是没有门的，知道吗？没有人可以叫我们胜过律法出来，意思就是没有人能够叫我们胜过罪，没有。因为罪带来的结局是什么？死。所以没有门。所以耶稣如果不来的话，这个律法是没有门。我们知道越多，只是让我们越被控告而已，因为我们做不到。所以如果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我们读了圣经以后，那我们就比以色列人更辛苦，如果我们还是走律法的话。因为以色列人只要不做出来就可以，是不是？你不要杀人就可以，是不是？那基督徒怎样？基督徒不行，你连恨人都不行，对不对？你心中有意念也不行，不行。那以色列人只要怎样？只要我不做出来，别人就不能够控告我有罪。那基督徒不是，基督徒圣经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那怎么可能？你要知道哦，圣经告诉我们的标准是怎样？是根本做不到的。那如果做不到，耶稣要讲的话，那么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对不对？所以耶稣要讲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他不是要我们去做到，而是要我们去领受那个生命，把它活出来，领受神儿子的生命，然后去把神儿子的生命活出来。那要活出来，我们要怎样？我们就要跟着光走，要不然我们就活不出来。我们有那个生命活不出来，知道吗？如果我们不跟着光走，我们有那个生命我们活不出来。好，所以第十章就告诉我们，耶稣就说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所以你们要跟着我走，就走在光里头，就走在光里头，这就是永生的路。好，那么走在这个光里头呢，跟着耶稣走，走在这个光里头，我们要一直面对的是死的情境，知道吗？好，所以第十一章我们今天要来讲的就是死。黑暗有两个，一个就是罪一直辖制的我们，一个就是死成为我们的结局。所以我们基督徒跟着光走，就是要我们能够从罪中不被他辖制，就是让我们出死入生，从死到生。好，所以这两个好 先放在心上。所以把刚才我讲的整理一下，就是我们世人都活在黑暗里，那我们有了很多的知识或者这些东西，我们以为我们有一点光的，其实那都不是真光，那都不是真光。因为我们受罪的辖制，罪把我们捆在那里，没有门，没有路可以出来，没有路可以出来，所以我们都在黑暗里。我们只有耶稣来为我们死，那我们接受这个救恩，我们才可以从罪的辖制中怎样出来。好，这是第一个面向，光的第一个面向。光的第二个面向是什么？我们出来以后，我们要继续跟着耶稣走，我们才会活在光中，要不然死会一直追着我们，
知道吧？好，好，所以啊，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下面那一句话是跟从我的，要跟从我，不跟从不算数我，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好，所以我跟你们啊讲信是什么。所以一个人说我信耶稣但却不跟从，那不算数，那不算数，因为那不是信。你信耶稣你就是要跟着耶稣走。如果你说我已经信耶稣了，那就表明你要表明的是什么，我耶稣我一直跟你走，你到哪里我就跟你到哪里，因为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他们也跟着我走，对不对？这样才是信，要不然不是哦，要不然是我们自以为信哦。好，那么接下来要讲第二个部分，重要的部分，所以要再用一个例子给我们看见，说什么叫做啊活在光里面。所以第十一章我们刚才读的特别讲到啊，讲到拉撒路，这个拉撒路住在伯大尼，他的姐姐是马大跟玛利亚。那马大跟玛利亚这一对姐妹呢啊一直接待耶稣，所以呢啊他们跟耶稣关系很好，关系很好。所以呢这一段话里面啊就讲到，那么拉撒路生了一个病快要死了，那么这个病呢啊这个病是一个很严重的病啊，所以呢啊他们两个姐妹就找一个人去见耶稣啊，告诉耶稣说你所爱的人病了。那么耶稣听见这病啊这件事情，就说第四节，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了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所以表示说有些时候一个属神的人被神所爱的人生病啊，生病也不是一件坏事，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上帝要借着你来怎样做事情，做事情。所以不要以为说啊，我生病就是很倒霉，上帝不爱我，不进来。因为上帝要借着你身体上的难处来成就他要做的事，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啊。所以这一句话我们要放在心上，如果我们是神所爱的人啊，神所爱的人，那么我们病的时候不要说啊，一定是不幸的事临到我，一定是上帝的管教临到我，不一定哦，有些时候是上帝的管教，但不全然是，哦，有些时候你的病就是为了上帝的上神的儿子的荣耀来的，哦。好，第五节，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的妹子并拉撒路，所以表示什么？耶稣不是不爱他们，耶稣仍然爱他们，对不对？哦，啊，圣经就讲清楚，耶稣爱他们。然后听他病了，他就多住了两天。多住了两天以后，我们后面就看到当耶稣去的时候，拉撒路死了几天？四天，对不对？所以如果耶稣不多住两天，去的时候拉撒路就死几天？两天。好，然后呢从这个人来看的话，这个路程呢大概要走两天。所以表示什么？表示说有一个人啊，他马大跟玛利亚就说托这个人赶快去找耶稣，对不对？然后他找到耶稣以后，耶稣说这病不至于死。好，那这个人一个是跟着耶稣回去，一个是先回去报告说耶稣说这病不至于死。那如果这个人先回去报告说耶稣不至于死，说这病不至于死，等他回去的时候拉撒路怎样？啊，如果你是这个人你怎么办？蛮尴尬的，对不对？蛮尴尬的。要说耶稣说这病不至于死，可是人已经什么死了。那人家问他说你有没有去找耶稣，他说有啊。那耶稣说什么？他这病不至于死，可是人已经怎样？所以我那你想这个人被人家托这么重要的事，这个人可不可靠？可靠，对不对？所以有些时候圣经没有写的人，我们去想他的处境，我们也知道啊，这件事情影响很多的，知道吧？
影响很多的。好，至少这个被托的人，他这么样的用心去找到耶稣去传这个话，是不是？然后呢，啊，他一定也是马大、玛利亚家大家都很熟的人。然后我们先想这个人，就觉得这个人的处境蛮尴尬的，他也不知道怎么办，因为我见到耶稣了，耶稣说这并不至于死啊，那我就很高兴的回来告诉你们了，啊，结果回来一看，哎，这个人怎么死掉了？那你说他怎么办？哦，所以啊，世界上的事不是那么容易解释，知道吗？哦，都是事实，但是不竟然可以很。啊，让人觉得很合理，可以去解释它。好，我们再回到经文来。那么，啊，耶稣仍然住两天，那门徒就在开始思考一个问题：耶稣，你去不去救他？你去不去医治他？对不对？你要不要去医治你所爱的这个人？这个家他的姐妹，你都爱他们，你要不要去医治他们？然后耶稣，他们看耶稣没有行动，所以门徒不知道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哦，可是两天以后，他就跟门徒说：“我们去犹太地去吧。”那这个对于门徒就觉得很纳闷：“哎，你如果要去，你为什么不当天就走？然后你多待了两天，你现在才要走？”然后门徒就先问一个问题，门徒担心的问题，门徒担心的是。犹太人进来要用石头打你，你还去吗？就是人家已经不想让你活了，你要去吗？好，第九节，耶稣说白天要做工，因为他是世界的光，黑夜就没有光。这一节在给那个生来是瞎眼的人，耶稣讲同样的话，对不对？哦，第三节说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第四节，第九章第四节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因为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那这边也讲同样的事：如果黑夜到了，就没有人能做工。他在黑夜走就会跌倒，所以他是世上的光，世上的光。所以前面那里告诉我们。我们耶稣是世上的光，让人不在罪里面。这里耶稣是世上的光，让我们不至于在当中跌倒，知道吗？所以这里要告诉我们什么？耶稣就是要让我们看见，黑暗会让我们睡了，知道吗？拉撒路睡了，那么其实就是死了。耶稣说睡了，那门徒就觉得这句话不妥。门徒就跟耶稣说：“他若睡了就好了，你不用去叫他，他也会醒过来，是不是？”哦，那耶稣一听他们这样讲，他就说：“拉撒路死了。”哦，那他不让门徒继续回答，他就说：“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因为为你们的缘故，让你们可以相信。”表示说我们对耶稣的信还要加上这一层经历，知道吧？这一层经历。哦，那门徒还没有这个经历，所以为你们的缘故，为了帮助你们，为了坚固你们的信心，所以我们现在到那里去吧。那多马，哦，多马这个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就是迪图马，他说我们跟他去同死吧。哦，多马就觉得犹太人要打我们，我们还去，那不是去自投罗网吗？哦，但是耶稣你真的要去，那我们也非去不可，那我们就一起去死。所以多马这个人讲话啊蛮直接的，把他心里讲出来。好，就接下来后面这一段是我们基督徒要去思考的，就是我们要来思考两个人，一个是马大，一个是玛利亚。啊，当我们碰到人生碰到这个境地的时候，我们会怎样？哦，啊，马大、玛利亚这个人，这两个知道耶稣爱他们，他们也要爱耶稣，所以他们觉得唯一的盼望在耶稣。所以当他们的兄弟生病的时候，他们就派人去找耶稣，所以所有的做法都对，没有错，对不对？期待也对，什么都对，可是耶稣就是不来。哦，了解吗？耶稣就不来。再来啊，这个人回来报告说耶稣说这并不是已死，结果他们看到耶稣没来，又多等了几天，
至少两天。所以本来是死两天的，以色列人的想法是四天以后灵魂就走了，知道吗？所以灵魂叫不回来，这个人就会怎样？就死了，知道吗？就是回不来了。所以如果你读旧约的话，那个先知让人复活都是魂重新回到他的什么身体。所以犹太人有这个想法，就觉得如果耶稣你现在来，我兄弟还可以怎样？还可以回来。可是等到四天身体已经发臭了，就怎样？回不来了。可是耶稣就等到他们觉得没有希望，耶稣来了。所以马大一听到耶稣来了，就跑去村子口去接他。啊，玛利亚还坐在家里，玛利亚没动。好吗？二十一节，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街里，我兄弟必不死。”这一句话是我们会常说的话。如果你早一点做的话，主早一点怎样怎样，就不会有后面的事，对不对？我们常常会觉得，上帝你可以先做啊，你可以不必要等到事情发生啊。所以许多时候我们人碰到很大的困境的时候，会有一个非常大信仰的挑战，就是上帝为什么让这个事发生，这是一个艰难的事。我们常问上帝，你为什么让这种事发生，你难道不能阻止他吗？那发生这么大的事，受这么大的伤害，那你为什么要让这个事发生？所以这一节是我们常问上帝的，在困境中常问上帝，你为什么让它发生，其实是平行的意思。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怎样，必不死。我们常问这个问题。所以地震的时候，地震之后我们也会问这个问题，天灾之后我们也问这个问题，不幸的事情发生我们也问这个问题。那么耶稣讲一句话是，我让这个事情发生是为了神得荣耀，那这个我们就不太能够理解的，知道吗？对不对？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看到是一件什么不幸的事，我们看到是一个不幸的事，那我们看到一个不幸的事，你怎么去觉得这个是一个让上帝得荣耀的事，或让神的儿子得荣耀的事？其实我们不能理解。所以马大也跟耶稣讲，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那后面那一节是他的困惑，他的困惑，但是他换一个方式表达，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就说我还是相信你可以，只要你跟上帝求，上帝一定会听你，对不对？所以马大落入一个很大的困惑，因为先前耶稣已经派人来，这并不至于什么死，可是现在照他们的观念，他已经死了，而且已经没机会，完全无望了，对不对？所以他跟耶稣表达一个，你如果早在这里没事，我兄弟还可以被怎样叫回来，还可以医治回来。但是呢，我还有一个困惑，这个困惑是什么？即使是现在这个情境，还可能有怎样有希望。好，我基督徒是这样，要记得这不是不相信上帝，是我们相信上帝，我们相信神，我们相信主爱我们，但是我们就是遇到这个困境，在这个困境里面。好，那么耶稣回答他一句，你兄弟必然复活，就我先前讲这并不至于死，那现在我告诉你，你兄弟一定会从死里复活。这时候马大呢，他就表明了，他想问耶稣，你的复活是什么意思？他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马大先问说，你讲的是将来最这个世代结束的新天新地来的，你再来的时候，他那时候还不知道耶稣说再来，后面才知道。好，将来的时候他要复活。好，耶稣就跟他讲很难的事。我们基督徒读这段话要放在我们心上，这就是光，真正的光是什么？耶稣说，
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所以生命的光讲的就是它是可以胜过死亡，知道吧？是以生命的，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好，那这个就是马大的想法，也是对的。好，信的人在末日必要哭，对不对？下面那一节比较难，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他们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你怎么去理解这一句话？信耶稣的人永远不死，你信耶稣那你就永远不死，那你信这话吗？那马大突然之间不知道怎么回答的，马大要怎么回答才好？说我信呢，还是要说什么？你要回答什么？你要跟耶稣回答说什么才好？所以马大就回答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可是马大没有说我信这话，知道吗？马大在这里也蛮有意思，马大蛮诚实，他就说我相信你是神的儿子，我相信你是基督，你是来拯救我。那么呢，你是来到这世界上要拯救我们的哪一位？但他实在不知道他要怎么办，所以他就想找他妹妹帮忙。可他妹妹没来啊，因为他妹妹在家里等。那所以他就去跟他偷偷去跟他妹妹说耶稣降临，其实耶稣也没叫他。只是马大不知道怎么接耶稣的话，所以他就去就说耶稣降临啊，玛利亚蛮不错，玛利亚就啊很快的很急忙的到耶稣那里，只有耶稣还在村子外，也还是被挡在村子外啊，很多人在迎他。那么到那边的时候啊，其他人也跟着去，以为他要跑到坟墓去哭去哀泣，所以耶稣就伏在啊，看到玛利亚，玛利亚就伏在耶稣的脚前，伏在耶稣的脚前，那么就跟他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啊，这个是一个很诚实的表述，就是把我们的哀伤表明出来，表明出来，向上帝表明出来。啊，马大来了迎接耶稣，怎么迎接我们不知道，他也是表明出来说：“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啊。所以马大这个人呢，啊，心中还在思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玛利亚比较不一样的是，他直接向耶稣表明他的心，表明他的心，不表明他的思念，知道吗？马大是比较表明他的考虑的，玛利亚没有，玛利亚比较表明他的感受，表明他的感受。啊，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有人是直接向上帝一直表明感受的，有人在感受的当中会表明他的什么思想。好，那么耶稣看到他表明这个感受的时候，然后他在那里哀哭哀泣，然后跟他同来的人也在那边哭，这时候耶稣的情绪是一个蛮激动的情绪。悲叹呢，悲叹这个字不容易翻啊，他这里翻他心里悲叹又忧愁。悲叹是一种强烈的情绪，忧愁是一个内心很大的搅动，所以耶稣在内心里面有很强烈的一个情绪。那悲叹这个字比较特别，因为让我们会强烈的情绪是什么？是愤怒。我们人会强烈的情绪一般是什么？愤怒。所以这个字比较常用在愤怒上，而在这里很难去讲耶稣愤怒，知道吧？很难去讲耶稣愤怒，所以我们圣经就把他的情绪加进来，就是用悲叹，很深的一个感动，很深的一个叹息，然后还有忧愁啊，不，因为耶稣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事，对不对？所以他的忧愁是指他内心
所看到的这一群他的百姓，还有看到马大玛利亚这些他爱的人，所以他内心有很深的那一种啊被搅动，知道吗？所以圣经就把它翻成什么忧愁，所以这都是讲到耶稣的内心有很大的情绪在那边波动。然后呢，就说你们把它放在哪里？啊，他们就说请主来看。那么耶稣就怎样哭了？那这是圣经里面最特别的一节，耶稣哭了。所以耶稣的哭到底是为什么？这解经就很难了，知道吧？是耶稣是哭拉撒路也不用啊，因为怎样？因为下一步没有多久，拉撒路就怎样复活了，然后这些人都可以怎样欢喜快乐啊，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是针对马大玛利亚啊的哭，或者众人的哀伤也跟着哭，如果我们是耶稣，就有点解经不容易，知道吧？因为明明接下来耶稣就叫拉撒路怎样复活了，是不是？啊？那个耶稣背叛，哎，说哎，他们怎么还不看不明白？是这个原因吗？对，这是其中一个解释，就是说，耶稣内心有激动的搅动。然后这个搅动的情绪大到一个地步，让他哭了，知道吧？让他哭了。那我们等下来思想，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绪让他有这么深的一个哭？然后人就在旁边说，他可以开瞎子的眼，表示这些人也都知道耶稣做过的事，真好，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三十八节又强调一次耶稣的心，就是他悲叹，所以这个是重点，是重点。所以他有很强烈的一个情绪在那里。然后呢，他说把石头挪开，然后马大就跟他说，死人的姐姐马大，这个很特别哦。为什么要加这几个字？啊？这个死人的姐姐马大，其实这个马大前面已经知道他是谁了，对不对？所以你们要去思想，为什么要强调要写这几个字？对，你可以，大家都可以想，就是耶和华为什么特别写死人的姐姐，知道吗？因为拉撒路死这件事情，在当时的这周围围着的人，玛利亚很伤心，还有谁很伤心？马大。所以这两个是什么？这两个是当事人当中的最主要的，对不对？所以约翰写的蛮有意思的，他特别讲，他不是写马大对耶稣说，没有，其实这样写就好了，重点要我们回到哪一个死人的姐姐，知道吗？你们放在心上。那么马大就跟耶稣说，他已经死四天了，现在怎样臭了。好，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什么？没希望。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什么信，就必看见神的什么。所以你去想耶稣为什么哭，你们可以慢慢想耶稣为什么哭，那下面就很清楚了。他们就把那个坟墓前面，以色列的坟墓就是一个洞，然后把尸体用那个这个香膏啊，香料包裹，然后用布缠住，然后把它放进去，然后再把洞合起来。然后呢，他们就把那个石头挪开，耶稣就举目看着天就祷告，然后父我感谢你，显然大家都听到他的祷告，因为你已经听我，你也是一直听我，长的意思就一直啊，你也一直听我。那我把这个话讲出来，最主要是让他们可以信我是谁，
我是被你差来的那一位。好，然后他就拉撒路出来，结果那死人就怎样出来，所脚裹着布就出来。所以以前万大林讲这一段的时候，他就类似那个僵尸这样跳出来。其实他手还是包起来，应该是整个人这样咚跳出来，然后说解开让他走。好，我们来回过头来看这一段话，让我们去思想。首先我跟大家提的是，耶稣要讲一件事，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第一个黑暗是罪，第二个黑暗是什么？死啊，死不是我们自己死，也有我们身边人的什么死，我们身边人的死。那死讲的是什么？死有各式各样的死，我们可能一般人可以接受的是，这个人年纪很大，对不对？生病死，我们可以怎样？我们大概就接受了，对不对？啊，这个人生病很久的死，我们勉强接受，知道吗？因为觉得说，哎呀，活得这么痛苦，然后干脆怎样，早一点也接受，对不对？那我们不能接受的、难以接受的是什么？我们觉得他不该死，对不对？怎么会发生这个意外？怎么这么年轻就走？这事情怎么发生在他身上，对不对？他怎么这么倒霉？我们就会这一类型的事，我们就怎样？我们很难接受。尤其是一个耶稣所爱的人，然后就发生这个事，一个年轻的拉撒路，耶稣所爱的，显然还没结婚，因为没有他的妻子，对不对？蛮年轻的，然后就这样生病就死了。所以上耶稣特别给我们看这样的事情，死有一些死我们勉强可以接受，有些死我们是很难接受，我们充满了疑问。所以耶稣就让我们看见死，不管是什么样的死，他就挑这个我们充满疑问的死，来让我们看见人生的困境，知道吗？人其实活在这个困境当中，死随时会临到的，随时会临到。平平安安的时候，也有可能临到，也有可能临到。那么呢，他就死了，死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显出来，我们跟不跟在光里头，知道吗？如果我们跟从光走的话，那么呢，从人看是死，在上帝的眼中他没有死，这就是我们的信，很艰难的信，但事实上是我们的信，事实上是我们的信，所以这蛮艰难的。从人看是不信，从人看是一个意外，从人看是一个不应该发生的事，但确实是发生。那属神的人能不能坚定的相信说，这不是，这没有什么特别上的一个不幸，蛮艰难。属神的人能不能相信他是不死的，他在那里是对他来讲是一个好的，这很难。更难的是什么？你相信这也可以显出上帝的荣耀吗？这就更难了，对不对？更难是下面这一步。如果上帝做一件事情没有意义的话，我们就很难去想，上帝你做这个事干嘛，对不对？如果这件事情做了，上帝说要显出我的荣耀来，那我们就要问下一个问题，我们有没有看见那个荣耀？我们有没有看见那个荣耀？那如果有，那就好了，对不对？如果没有，那就怎样？那就很可惜了。所以重点在这整段话里面告诉我们，光要带我们，那么前面讲光带我们进入真自由，这里讲光带我们进入到什么荣耀里，带我们进荣耀。请说。那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我看到这是见证神的荣耀，那其实也甘心。很多时候是我们是没有看到，也找不到。对，这个是一个重点。所以我刚才讲，第一个是自由，要看得到，对不对？享受得到。所以一个人说，我现在罪不再辖制我，那我们基督徒就要经历这个自由啊。没错吧？如果我跟着耶稣走，第一个我应该在罪里得释放，我应该是什么？自由。
那要去经历它。所以我们基督徒第一个生命的思想挑战在这里。第二个是我们面对死这样的一个困境，我们能不能看见上帝的荣，上帝要带我们进到荣耀，带我们进到荣耀，或者我们看到上帝借着这一切事把他的荣耀彰显。所以刚才罗美提的这个是要紧的事，我们有没有看见那个荣耀？那么现在接下来就是一个耶稣在讲的，我们基督徒看见荣耀，我们基督徒看见荣耀一个是很快的当下看到的，这个我们比较容易，就好像拉撒路复活这件事就很容易。因为什么？因为时间并不需要很长，对不对？当事人也都在，然后就看见这件神奇的事发生，那这样子我们就什么，就很容易看，很容易，很容易。我们希望是这样的看见荣耀。我在讲，我们人希望这样看见荣耀。我们觉得上帝如果这样做，我们就不太需要再多解释，是不是？好，但是这样的荣耀呢，基本上神不太想这样做，我只能这样说。为什么？因为这样荣耀的信心的成分很不够。因为他所要坚持的还没有到死，知道吗？蛮艰难的。我现在讲的这段话蛮艰难的，就是圣经里面真正最艰难的荣耀是什么？是真的死了，真的死了，然后神再叫他从死里怎样复活。其实这个对我们是最艰难，就是真的走到一个困境，人所看完全都窒息了，就像拉撒路这样都窒息了。耶稣只是把这个过程缩短，让我们看见他会使他复活，大家可以有这个荣耀。但是对我们现在每一个其他的基督徒来说的话，我们不竟然会这样，了解？我们往往会走到什么？死。然后我们就要等一段什么？长的时间，是不是？那甚至这个长的时间还不一定在我们身上发生。这个就是要有极大的信心。好，那我从圣经里面讲几个例子。第一个是亚伯拉罕的例子，上帝说这块地要赐给你的后裔，那亚伯拉罕自己只生一个孩子，对不对？所以要等到生多少孩子才可以承受这块地？所以亚伯拉罕必须信上帝说，你可以让我的后裔多如天上的星来承受这块地。那要等多久？上帝说要等400年。这400年要怎么等？要被苦待400年。然后我们再讲另外一个人，耶利米。耶利米大家知道，先知耶利米。耶利米耶路撒冷曾被巴比伦人围起来的，知道吗？围了一阵子了，大家已经，如果你这个国家已经被打到最后只剩一个耶路撒冷城，然后你又被围在当中了，从人看是什么？没有希望，对不对？然后呢，没有希望的时候，上帝跟耶利米说，你属鼠的儿子会找你来买他在亚拿土的那一块地，你去跟他买，懂这个意思吧？好，就是以香港做例子，香港现在还好，假设香港现在已经完了，对不对？那有人跟你说某人我香港有一块有个房子卖给你，你要不要买？你会说什么？你不可能去买因为你觉得那个已经怎样，没有希望了，对不对？耶路撒冷城已经被围了，然后外面有一块地，那人家说那块地卖给你，那你会说什么？你不会去买但上帝跟耶利米说什么？你属鼠的儿子来找你卖那块地，你就跟他买。
然后还要请见证人写一写，然后把文书弄好封好放起来。那耶利米就照上帝的话做，做完以后他就问上帝了，你要我做这个事我是想不明白，知道吗？因为我也拿不到那块地，拿不到吗？拿不到。第二个，耶利米有没有结婚？没有。有没有小？当然没小孩，对不对？那买那块地做什么？你也没结婚，也没小孩，那现在那块地你也用不到，因为你已经被围在耶路撒冷了。然后没多久，耶路撒冷城破了，你就变奴隶了，对不对？你去买一块地，你用不到，甚至连留给你的子孙机会都没有。那你要不要买？上帝说你要买，好，你要做一个见证。那耶利米去做了，做问上帝，所以他就知道原来上帝要他做一个见证。完全没有希望的时候，你信不信上帝仍然会继续的做他的应许？所以耶利米就做。所以我用这两个例子跟大家讲，这个叫死而复活，知道吗？所以我们基督徒最艰难的在这里。所以我们在等候这个日子的时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日子。我再讲一次，我们在等候这些日子的时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日子，因为我们的理性摆不平，我们的信仰摆不过去。上帝，你可以早在这里，你可以不让这个事情发生，你可以怎样，这些都是我们可以说的，可是上帝就让它发生，也让我们落入那个极大的困境里面。但是这当中有一个，我觉得耶稣哭了，这个对我们是要紧的话，知道吗？为什么？因为耶稣哭了，用这一个动作来表明一个事实，就是他跟马大、玛利亚这些爱被他所爱的人，他跟他们是什么？一起的，一起的，知道吗？啊，这个是最艰难的事。啊，我们基督徒最艰难的。相信是上帝啊，耶稣你在父的右边为我祷告，可是受苦的人是谁？是我，你知道吗？我们真的在受苦的时候，我们的感受是什么？耶稣我一直跟你祷告，可是受苦的是谁？是我，受羞辱的是我，对不对？在当中啊，被压制的，没有盼望的，受艰难的是我，是不是？这是我们很实在的内在的一个感受。但是我希望你们理解耶稣哭了，知道吗？耶稣有一个很特别的是，我们所受的苦他跟我们一起，这个不是一个理想，也不是一个思想，这是一个实在，这个是一个蛮特别的。这是在信心里面，我们相信事实是他跟我们一起受，所以这就是这一节，我是这样解，我要告诉跟你们谈的，就是不要，其实我再讲一次，我们面临这样的一个情境的时候，耶稣如果很快的让他做成，我们那个短暂的苦楚就过去了，对不对？如果耶稣让我们一直在那个苦楚当中，甚至到结束生命仍然无法解释的时候，那我们要相信什么？我们希望什么？在这里圣经要告诉我们一个要紧的事，在这一个路上耶稣没有离开我们，他仍然跟我们一同受苦，这就是我们的信，这个叫做主在我们的里面活着。所以这就是我们最艰难，不是耶稣在父那里为我们祷告，而他是活在我们的里面，跟我们一同受这个苦，这个才是我们在整个死而复活里面啊所要去体会的。所以这边呢，对我们基督徒来说的话，我们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
那我们是与他同死，即使是他跟我们一起。所以圣经里面耶稣有一个很强烈的情绪，是悲叹，是忧愁，是哭啊，是用这些话来告诉马大玛利亚，也告诉我们后面的人，重点不在于他不知道后面要怎样，重点在他跟我们一起，因为我们就在这个困境。重点不在讲，重点是他跟我们一起在这个什么困境里面去陪伴我们去走，陪伴我们去走。困难的原因是，比如说有一个人他遇到很大的艰难，那你陪伴他，可是你要告诉他说你要把这些重担交给神，不要一直活下去。然后，可是问题是，你这样告诉他的时候，他就会觉得你没有关系，又不是你在说你家没有关系。就是说，这个耶稣基督其实跟这个情境是很难，这个是一个信心啊，这样子讲啊，可能。啊，你们啊，你想想看，做母亲的人啊，你孩子生病对你的煎熬是什么？对，其实就是这个心，知道吧？就对母亲来讲，她并没有，并不是她，对不对？可是他内心的痛跟感受是什么？一起的，你们只要有这个观念就可以，知道吧？耶稣就是在讲这个，耶稣在讲这个，知道吧？以耶稣的能力与他的信实，啊，马大、玛利亚、拉撒路以及我们所有基督徒这些痛苦会不会过去？都会过去。我们会不会进到荣耀里？也都会，是不是？可是为了世人的缘故，我们要不要受这些？要，因为我们荣耀在这里，荣耀就是我们啊，在这当中去承担这些苦，是为了那个世界上我们身边人生命的缘故。牧师，我们说受这个苦就不需要去祷告说求神帮我挪去这个苦，就不应该要做这种祷告吗？要，要。像神已经跟我们同在，他知道我们受这个苦，跟我们陪我们一起受这个苦。嗯。那我们就甘心受，不要再祈求说啊，请你挪去我这些苦。要，我们要祷告，要祷告。但是呢，啊，有意思的地方是，我这样说。保罗求三次而已，保罗身上不是有个刺吗？对不对？他求过几次？三次。他求过主，然后主说什么？我不把他挪走，但我的恩典够你用。这样了解。所以我要跟你们提的是，要求，求到什么时候？求到上帝耶稣说话。耶稣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去跟神求，求到神说话。所以耶利米刚才我讲的，他不是做了就好了，他做了他就去问上帝，知道吧？你为什么叫我做个时候做这个事？我虽然都很信靠你，不过我还是不明白，上帝就说我说话他就好了，知道吧？所以再讲一个人，约伯还是跟上帝祷告，还是跟上帝说你不应该这样，你怎么可以这样，上帝你出来告诉我，对不对？还是要求，求到上帝说话，这个对我们是要紧。所以我还是会说，我们还是求，求到什么时候？求到上帝对我们说话，因为上帝对我们说话是我们安心的事。所以刚才说会问说，很多弟兄姐妹很难，就是因为他没有静下来让上帝说话，没有静下来让上帝说话。如果静下来让上帝说，孩子，这个担子我会跟你一起背，那他就可以怎样安心。
因为我们总觉得是自己在扛，自己在面对，自己在承受，对不对？那我们就很辛苦，所以我们还是呼求主。那圣经告诉我们啊，主告诉保罗说，你放心。那保罗，我上次用例子讲过，使徒行传我讲过，对不对？主跟保罗说，保罗你放心。保罗会不会就放心了？还是会，环境还是有影响。那主会再跟他说你放心，主会再跟他说你，所以我们也一直是这个情境。所以我们在这个旅程当中，我们记得就是临到我们的这些艰难，我们都来到上帝面前跟他说，然后我们可以像马大，可以把很多我们的知道的思想来跟耶稣说。我们也可以像玛利亚，知道吗？我们就很简单的说，就把我们的情绪怎样表达，也可以，都可以，因为很可能我们就是不善于说，有可能我们就像马大很会说，但都没有关系。然后重要的是，主耶稣是希望要我们在信心里面一直相信，这些苦楚不是我们一个人走，是他跟我们走。因为是他跟我们走，所以我们就要相信一件事情，他要成就的是神的荣耀，不是我们个人。那我们个人什么时候可以看见，不太晓得。有些时候是今生可以看到，有些时候是还要一段时间，还要往后延伸，我们都不知道。那圣经里面有很多人是往后的日子才被知道，那我们不晓得。那但是圣经总是让我们去提醒我们一件事，主一定是跟我们一起走，一定跟我们一起走，而且他跟我们一起去承担，他跟我们一起去体会那个痛苦跟难处，这个对我们是要紧的。因为他不是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不是这样，因为他跟我们心是相连的，知道吗？所以我刚才为什么用母亲，母亲比较容易懂，知道吗？因为其他人比较不容易懂。如果你看到其他一个小孩受伤了，对不对？你可能会相当镇静的去帮他包扎，对不对？可是是你的小孩受伤呢，你就不容易镇静的帮他包扎，知道吗？对不对？因为你会跟他怎样绑在一块，你会跟他绑在一块，这是我们人的本相。因为爱，因为生命的连结会绑在一块，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放在心上。好，所以这一段话对我们基督徒要紧。所以我刚才讲，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我讲两个重点，第一个，我们在黑暗里是罪的辖制，罪的权势。那我们跟着耶稣，我们就得自由，知道吗？我们要一直跟他哦，我们才是自由，才真自由，才不受罪辖制。要跟着他走。第二个，我们走在一个随时都有可能死的情境，知道吗？黑暗临到我们，死硬的幽谷临到我们，但我们要知道，耶稣跟我们一起走。耶稣跟我们一起走，那因为他跟我们一起走，我们才能够讲复活是他，生命是他，信的人必永远不死。那这样会帮助我们在人生的旅程当中去走前面的路。所以当困境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思想，如果我们有得罪神，求主赦免。但如果这些我们都做了，困境没有挪开，我们还是跟神祷告，神能不能挪走，知道吗？如果上帝没有挪走，那我们就跟神祷告，你一定要帮助我走过去，帮助我走过。为什么？因为这是你的荣耀，知道吗？荣耀。那我也跟弟兄姐妹交通过一个重要的观念，我们得救本乎恩因的信，我们什么都没做，对不对？我们都没有做，是不是？可是得荣耀呢，要配得，
荣耀一定要配得，知道吧？荣耀要配得，那配得不是我们配得，是主配得。那我们怎么样可以配得？记得我们跟主怎样连结，所以我们才怎样配得，这叫做信。所以一个信的人呢，绝对不可以是，不可以说啊，我信耶稣了，我再回去过自己的日子，这不是信。真信的人是从耶稣我跟着你，我是跟着你走，跟着你走，我才在光里面。好，那这段话也让我们很在当中得安慰，因为许多时候我们像马大，像玛利亚，所以我们常问主一件事情：主，你若早在这里，啊，我兄弟就不死。我们都是问这句话，哦，我们都这句话：主，你可以让他早一点信主，那我就不是就很好嘛，对不对？啊，我们都会问这些话，但啊，上帝有他在当中啊显出他荣耀的时候，所以就求主帮助我，记得一定会显出荣耀。我们一定要有这个信心。跟着主去走，因为这些犹太人在当中看，看，那么每个人都在看，每个人都在看，好，所以这当中我们已经教讲了报信的人，所以在生命当中我们有可能是报信的人，知道吧？报信的人我们一定会被误会，知道吗？那我们求主帮助我。我们很热心还被误会，我们可能是马大马利亚，对不对？还有一个我们可能是拉撒路，知道吗？如果我们是拉撒路，我们会怎样？记得我们如果是拉撒路，我们不要想说我们都把别人连累了，知道吧？我们也不要想说我是拉撒路，我把别人都怎样拖垮，我们也不要这样想，真的，因为我们是一个什么器皿，器皿盛装上帝不同的恩典的器皿，上帝就用我们这个人来做这个什么器皿，所以如果我们是拉撒路，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在当中安静的去做这个器皿，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是拉撒路，也不是我们，有些人是拉撒路，他生命中就是有很多难处，需要让我们挂心，但也不是他高兴喜欢这样，或他特别这样，那很可能他生命就有一些难处，那是求主帮助我们，也让他可以知道。他就在当中啊，仰望神，依靠神，看上帝的时间怎么去走。所以我们这一段话对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是要紧的，因为我们活在世上都有不同的位置，都经历不同的人，那每一个人也都有他生命中的难处，跟上帝要在当中显出作为来。那我们都在当中啊，要跟他们有互动，所以就会互相影响，那就求主帮助我。好，这叫看见，你若信就看见神的荣耀，所以信我们就是跟着这个光走，我们自己没有光，但跟着这个光走，看耶稣要怎样，那我们就跟着他。好，比如说，真的有一对姐妹，那个姐姐从来不赚钱，然后呢，她就是服装就卖烂的直销，她就入不敷出，她爸妈就给她钱，然后她就一直跟她分享说她很有恩典，就是这样子从以前到现在，上帝都养活她，然后她妹妹就很生气嘛，因为她妹妹很认真赚钱，然后给爸妈钱，爸妈就给姐姐钱，然后她姐姐一天到晚说她就每天就享受恩典。所以这个妹妹就跟我讲说，她死了，受不了这种境遇，所以我就想说，
所以这个我们当了拉萨路当的太彻底，所以会造成别人的困难。我想我们讲拉萨路不讲这种人，知道吗？因为这个拉萨路生病是他，不是他情非得已，也不是他愿意，对不对？所以一个基督徒不能说因为自己懒惰然后就说上帝恩典很大，这个不行，这个跟圣经的教训不合。圣经的教训是基督徒要殷勤，对不对？基督徒要殷勤。圣经的教训里面呢，虽然上帝的一切恩典都给我们，可是我们要结果。所以以后我们读到彼得书信，我就会跟弟兄姐妹交通，圣经要我们殷勤，知道吗？要从死而复活，基督要光照我们。所以你既然讲这件事，我们就看一段话，黑暗跟光明。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这是我这礼拜天讲到的时候讲到的第五章第八节到十四节。他说，从前你们是暗昧的，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的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那暗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所以这边告诉我们，我们讲光明之子的时候，我刚才讲两个面向，不要忘记哦。第一个是什么？罪，对不对？我们不能在罪中说我是光明之子，这不对，这不对，因为光是没有黑暗，对不对？所以一个人在黑暗当中不能说他是光明之子，这不对。所以光跟从光走，不要忘记第一个。罪的瑕疵不行，所以保罗在这里讲，我们是光明之子，就不能暗昧中行事，不能，不能被罪瑕疵，因为光明再来，在光里走，就要结出一切的美善的果子来，对不对？所以基督徒要结出在光中行，不能行那些可耻的事，不行。然后这里有提到一种人是睡着的人，有没有？十四节，对不对？睡着的，他说睡着的人，你们要醒过来，从死里复活。所以睡跟死，他把它绑在一起，连在一起讲。所以基督徒，一个是我们不能够被罪辖制，一个不能死，死亡死知道吧？死就是在当中活不出光来，这不行。就是说你们要做光，我们是光，对不对？好，下面那一节他说你们要行事谨慎，十六节你们要爱惜光阴。好，这个简单就互想到这边，其实就是一个事情，一个基督徒不能够成为一个懒惰的，不行，一个基督徒要用心做自己所承担的，做自己所承担的，那要用心去做。所以两个面向不要忘记，我们是在光中行，是不被罪辖制，我们在是自由的，因为我们是神的孩子。一个我们是光明的子女，所以我们相信我们有主给我们同在，带领我们走这一条，来走向荣耀的路。这样了解。那我想说一下，那个拉萨路他这个小事，他是。因为在自己的家人如果像内心力气比较大，对，那他或者是哪一天我自己年纪也大的时候，我是不是也要很安静的去自己去二点长照啊，就是不要去负担小孩那小孩子那种负担。因为我看过我自己的阿姨为了照顾我阿妈，就是照顾到自己身体都垮掉，
照顾又会被人家说不孝。怎么去做一个安静的那个？我们有一天年纪大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存一个感恩的心，因为啊，年纪大的人，他第一个他爱孩子，所以他会觉得我这么样的连累孩子，他会生气，知道吗？是生病的人到晚期的时候，他会回应到小孩子的意识，他会已经重病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都是半夜不睡觉，不是在不舒服嘛，他肯定是会闹。那是没办法，因为那太痛苦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如果我们意识还清醒，哦，求主帮助我。第一个，我们在当中求主帮助我们，就是我们会因为连累人不高兴，我们会需要人帮助，我们觉得难过，我们自己难过，哦，所以我们有很多情绪，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是什么？帮助我们学习感恩。所以他在那几年照顾到，去年吧，才发现他得了那个肺腺癌，哦，就是为了可能要照顾我阿妈，就是过年。照顾老人家啊，相当辛苦，就是他有不同的状况，相当辛苦。所以，啊，我们一个是被照顾的人，求主帮助我们，有感恩的心。好，那接下来后面这一段我们把它看完。好，45节，啊，当那些看见耶稣所做的事，很多人看了就信他。然后这当中有些人就去跟法利赛人讲耶稣做的事，那法利赛人一听到耶稣做的事以后，47节呢，他们就更加的不安了，因为耶稣叫一个生来瞎眼的看见，这个已经是让大家都觉得啊，对耶稣的这一个人的认知不一样，对不对？那耶稣又叫这个死了4天的拉撒路复活，那这只要是怎么办？这等于是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都发生了，那你怎么面对耶稣这个人？所以48节他们讲耶稣再这样继续做下去怎么办，所以他们就说如果这样做下去，那每个人都信他了，那如果每个人都跟他，那罗马人会怎样？罗马人就会来打我们啊，抢我们的土地跟我们的百姓。所以你看哦，人的问题还是在想什么？现在的问题，知道吗？现在对我的影响是什么？好，49节，该亚法当年做大祭司，就跟他们讲一句话，他说：“你们不知道什么，你们什么都不知道。你不想想看，如果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的灭亡，这就是你们的好处了。”意思就是你们讨论了半天。你们只想做一件事情，就是让耶稣这个人怎样死，让我们大家都得什么好处。他讲这句话就是说意思是双关语，知道吗？双面的话，一个是你们要这样，你们要把耶稣杀了，让大家都得好处，免得通国灭亡。一个是啊，如果我们把耶稣杀了，我们就可以得这个好处。所以他本意来讲的话，他用一个双面性的话讲。那这一句话的一个两面性呢，就带出一个很有意思的话来。51节，他这话不是出于自己，因他本年做大祭司，所以预言耶稣将替这一国死，不但替这一国死，并要将神世上的子民都聚集归一。从那日起，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这一句话呢，讲了一个很特殊的东西，叫做职分上的话，职分上的预言，职分上。因为他是大祭司，所以他讲的话，就有些时候在职分上有预言的成分，这叫做职分上的预言。他本来的意思是要杀耶稣，可是正中上帝要做的事，
因为耶稣就要替众人什么死，这叫职分上的预言。有一个人也有这个职分上的预言，在旧约里面，就是以利，记不记得以利？想起来吗？撒母耳的母亲哈拿，不是有一次在圣殿，在那个会幕那里，不是祷告吗？哦，祷告到啊，非常啊，倾心吐意的祷告，然后以利这个祭司就说：“你怎么喝醉酒？”哦，对不对？然后哈拿就说：“我没有喝醉酒，因为我的心很苦。”啊，所以他就把他的情境讲出来，对不对？那么以利就说什么？以利就给他祝福，对不对？然后哈拿就怎样？当真，有没有？哈拿不就很高兴就回家了，就不再愁苦了。哦，所以你看到没有？以利讲的一些话，在他的职分上讲的时候，哈拿把他怎样？当真了。这叫职分上的话预言，知道吗？职分上的预言，职分上的话在圣经里面是重要的，知道吗？好，我们讲一个例子。如果有一个牧师，他为你施洗，他说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对不对？然后你就成为神的孩子。好，哪一天这个牧师不信了，跌倒了，那你这洗礼怎么样？还算不算？算，因为这叫职分上的话，知道吗？跟这个人怎样无关，哦，这样了解吗？好，所以这里就讲到，以利说那句话的时候，是他真的有圣灵感动，是不是？所以他后来跌倒是后来的事，因为他当下的时候，他应该是真的有圣灵感动，是不是？这个就是这个我们。在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也是圣灵感动他说，哦，那这是借着他的职分表达出来，哦，所以要这个是我们要紧的，哦，所以我们不是说这个人怎么样，当他照着神的话来做的事的时候，我们就用职分上去认定他，哦，这样了解，哦，所以我们不要说哦，这个人为我祝福，结果他跌倒，那我就怎么办？哦，他是职分上，不是跟这个人怎样无关的，哦哦。所以该亚法是大祭司，他就讲这个话，哦。所以这个话就是什么？你们想杀耶稣，你们果然是想杀他。上帝也知道你们要杀他，但上帝的意思也是这样，因为要耶稣一个人怎样，不仅替一个国史，也要替神世上的子民，啊，让世上的子民都怎样，重新归回义，对不对？把子民重新召聚起来。所以你从人看，耶稣死了，那犹太人就不会被罗马人啊攻击了，对不对？哦，那耶稣的国就怎样没了？这从人看是这样，但事实上不是。耶稣死了，反正他的国就什么？就开始了，就建立了，就建立了。所以啊，这就是我们看见神的智慧就在这里。啊，所以五十四节之后，耶稣也知道，啊，耶稣也知道啊，他们要杀他，啊，所以但是他一定要撑到这个逾越节，知道吧？啊，他要想办法撑到逾越节，因为他要在逾越节被杀，所以他就不在那里，就跑。靠近啊旷野啊叫以法莲的地方，哦，然后呢啊许多人就一直在找耶稣，然后逾越节到了，所以他们就知道啊耶稣一定会上来过节，因为照他的惯例，啊，他一定会上来过节，所以众人就一直在那里找，等耶稣来的时候，大家就要去报告祭司长跟法利赛人，好来捉拿他。这是我们从到这里到这边呢，我们就讲了啊，这个光，啊，耶稣讲的，我就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那所以我们基督徒到这边，我们就知道啊，我们信就是跟着耶稣，
那行走在什么光明当中，光明当中。然后十二章开始我们就要再看一个，如果我们要行走在光明当中的时候，行走在光明当中的时候，那么我们呢要有一个心才能够跟做这个光明之子。所以三十六节耶稣再讲一次，十二章说，你们应当趁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所以你看哦，耶稣讲这个光讲了，讲到十二章继续讲。为什么？因为我们要成为光明之子，我们的心态很重要。所以十二章要告诉我们那个心，我们要有一个心，我们要信从这光，信从这光的心，心很重要。好，有没有问题？因为为什么他们一定要得就是四十五十节啊，就是你们的益处，为什么到底对他们有什么益处，不是很懂。对犹太人的益处就是罗马人不会来打他们，为什么？然后他们继续得他们的好处。为什么他杀了耶稣，然后罗马人就不来打他们？因为如果他们不杀耶稣，那么跟耶稣的人越跟越多，对罗马就是一个什么威胁？威胁。我又想请问一下，像盖亚法，盖亚法在讲预言的时候，他自己不一定认为他在说。他不知道，他自己不知道，他只是说出来了。他的动机跟。他的意思跟上帝要用的方向可以是完全相反，可以完全相反，但是呢，做出来的却一致。所以这个也是后面啊，我们会讲到这个犹大麦子，知道吧？他的动机、想法这些都不是啊，为了成就上帝的意思，但是最后他却成就了什么？上帝的意思。就是耶稣没有很快的过去，如果很快过去叫拉撒路好的话，那门徒就没有这个经历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对，是他过去了，他们说我，他们就欢喜。不是，耶稣说我这一次没有那么快去，我心里是欢喜的。为什么？因为他必须要承受一个苦，这个苦是马大要受苦，玛利亚要受苦，对不对？所以耶稣没有马上去，耶稣心里是欢喜的。耶稣本来他如果没有马上去，人会觉得，哎，你不是爱他吗？你爱他，你就应该怎样？赶快去啊！所以从人看，耶稣会受苦，对不对？但是耶稣是就会告诉他们，是一个情境，但是他为了门徒的缘故，他仍然欢喜。所以他没有马上去，但是他告诉门徒说，重点不在我，重点在你们，为了你们的缘故。然后那个耶稣哭了啊，其实我还是没有很明白为什么，就是他是与爱哭的同爱哭吗？其实他的哭就是让我们去体会他真的跟我们在一起。可是因为他又悲他又忧愁，因为我自己在想，之前他不是有一个长官，然后他儿子死了，他说你回家你儿子就好，就是他们也都知道这些事，对，就是拉撒路即便在那里生重病，耶稣人不用刀，可能就可以叫拉撒路好起来，就是他也行过类似的神迹嘛，那就是耶稣想说，我自己在想说，那耶稣就会想说，那他忧愁的是他们。这个忧愁跟悲叹这两个这个词呢，是我们在讲他的心境的形容词，但是在字义上我们比较不太知道他的心境是什么，因为我们只知道他有强烈的情绪，强烈的情绪，只是这个强烈的情绪我刚才有讲的，
这强烈情绪这个字用在形容发怒比较容易，但是耶稣在这里他又不是发怒，然后他内心有激动的那个担子在那里，对我们人就是忧愁，可是我们也很难用忧愁压他。所以我比较会跟你们解释的是啊，这两个情绪其实都是跟我们一起承担的情绪，所以我比较会用母亲的心跟你们讲这个，就是你孩子生病，其实你没有生病啊，对不对？你孩子痛苦，其实你没有那个肉体的痛苦啊，可是你的心是什么？是那个行进，对不对？啊，揪心，就是你就觉得你受不了啊，对不对？其实讲的是这个心境，所以对我们基督徒要紧的，为什么讲对我们要紧？因为我们才知道主真的是跟我们怎样，心是连心的。所以我们在各样的不能解释的情境当中，到一个很深的地步，要记得耶稣跟我们一起去承担这个羞辱，这个委屈，这个是要紧的事，不是可以解释的时候。你就是要记得很深的去跟我们连结去面对。那这个悲叹，他会因为从前面第十一章前面看，他说这并不至于死嘛，还是会死的，我们要叫死的，只能死的人了。然后整个事件这样整过来之后，然后结果拉撒路死了，然后拉撒路死了呢，马太跟玛利亚呢又很忧伤，可是他们一直是很相信上帝的话，可是上帝说，可是神说，可是耶稣说这并不至于死，他们就那么快的就把拉撒路放到坟墓里头去了，他是不是应该，因为耶稣还是会过来嘛，因为他没有说他不过来，所以我的意思说，我们在面对这种状况之后，就是说主说这并不至于死，可是中间死了，可是以玛利亚跟马大的对神的认识，就是对耶稣的跟随，他前面行了那么多神迹，他放了，就是我是说我们人对这种在这种相似的情境的时候，那种信心是不是耶稣在这里他的那个那种悲叹，就是我说不至于死，因为那么快就把他放弃那个，那等我来看看他真实的。当然是有习俗的问题，因为你习俗会就是要讲。可是耶稣就已经说了，那耶稣也行了很多神迹，他也曾经叫那个官的那个儿子死里复活啊，什么这些东西。那所以我在想说，耶稣的悲叹是什么？他是第一看到他那个石头，就像他将来一样，因为他会他的命会被石头挡住。但是他会想这件事情，是说他想到说，玛利亚，你们为什么不相信我的话？就是我是说，人在这种情况之下，对耶稣那么久了，那我们人更加思考是什么东西。是爸爸有时候会复活，只是以后一定会复活。他们是有信心，可是他们可能当下没有抓到那个，是说现在就要。可是他会不至于死吗？不至于死现在呀、啊？对呀、啊，放在坟里他都臭了。可是耶稣会来啊，他是耶稣，什么都可以做啊，臭了又怎样？那如果什么都可以做，放到坟墓里也可以做啊。他不是叫死不活开了？这些都是啊，解经的过程当中，我们都可以思想的。啊，一个就是觉得啊，耶稣为什么悲叹？为什么哭？觉得总没有人信得过他。啊，这也是一种思念，对不对？没有人信得过他。啊，那这也是一种解释的方式，就是说到现在了，你们还都对我还没有信得过。对，因为如果妈妈对小孩生病，的确啊，小生病妈妈可能会哭，可是妈妈哭有一点就是舍不得、心疼，还有无能为力啊。但耶稣又不是无能为力，他比较富。啊，也不一定无能为力，有些时候你就知道啊，这些药打一打应该会好，对不对？可是你还是怎样？心疼嘛，对不对？还是舍不得嘛，是不是？所以对耶稣来讲的话，我们如果很快跳过那个情境，哦，那不行了，我们撑不住，知道吗？因为我们是活在当下的人，所以我们不能够很快说啊，没有关系的啊，反正这些都要过去。反正我们就是
就是要受过那个苦，然后我们的信心才有更坚固。就是我们就是在历程当中，我们如果跟别人讲比较容易，知道吧？哎呀，放心了，上帝一定救你。这个话容易讲，知道吗？好、哦，是不是？可是如果我们是当事人呢？所以我讲，当事人一定是跟主祷告，主我受不了，我求你，对不对？求到什么时候？主说我恩典够你用，意思说求到我们知道主跟我们怎样，一起就好了，一起。那我们只有受不了，再跟他求。总是要求到这个时候。还有一个不一样是，我们现在是因为我们有圣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前前后后的事看得清楚，还知道对话。可是以前的人他没有圣经，而且他看不懂字。他通常在听耶稣的时候，就很像在听神话故事。哎，那里有一个人叫耶稣，他儿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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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讲得很像天花乱坠，因为你也不知道他是真的叫那个是假。因为那个传来传去，传到后来会传错。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对上帝的信心，跟以前我们的信心，我们好不可以拿一样的标准在看，就是他没有那么清楚的知道这些事情。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我们要感恩，知道吧？因为我们现在有这个，很容易。你想想看，在2000年前，如果还是羊皮卷，你不可能有一本圣经的。因为单单一卷书就有可能怎样，那羊皮卷就要一大卷，对不对？那可能要好几卷，所以我们现在很容易，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的恩典，我们的恩典。那好，那12章开始我跟大家要讲的还是在光里面走，但光里面走呢，很要紧的是我们的心啊、哦，我们的心，有一种这个啊有信心啊，什么叫有信心的心啊、哦？啊，就是12章要告诉我啊，12章继续告诉我们，我们要有一个信心的心啊，这个呢啊，光带我们进入到第11章讲的就是荣耀，对不对？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什么荣耀。那第12章我们就要看，要讲到一个看见荣耀的心，看见荣耀的心，就是我们希望我们基督徒在世上过日子的时候要看见荣耀，因为看见荣耀的心，这就是我们的盼望。所以诗篇第8篇讲，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对不对？你赐他恩典，就你赐他荣耀为冠冕，对不对？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在世上呢的信心里面，要带出来一个看见荣耀的心，看见说，我今天虽然是这样，我的处境虽然是这样，我的遭遇虽然是这样，可是上帝要把那荣耀怎样？归给我。那如果我能够看见这样，那我怎么活现在的日子？我怎么回应上帝活现在的日子？所以这个叫做看见荣耀的心，看见荣耀的心。那世界上的人常常看见的是这世界上的盼望，看见这世上的盼望。但是我们基督徒不是看见这世上的盼望，乃是看见在永恒里面的盼望。那这样才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用这个看见荣耀的心去在世上过日子，要不然我们就会跟世人一样，因为世人会觉得，哎，这个将来有什么好处，这个将来有什么样什么样，世人是这样看，对不对？那基督徒看的是什么？我们是先看见上帝的荣耀，然后看见那个荣耀，那我们去看，那我怎么回应。所以第12章开始我们就很熟悉的一个打破香膏。这个玛利亚呢，这个玛利亚就是看耶稣，他看见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他就把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打破去膏耶稣。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心意，因为他看见那荣耀，所以他就去思想，如果我看见耶稣的这样的一个荣耀，那么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个荣耀要归给你，
很重要的，我再讲一次，你不是看见上帝的荣耀，好，重要的是这个荣耀如果要归给你，那我怎么回应？回应神。好，所以这就我们基督徒要放在心上。我再说一次，不是说我只看见上帝，你是伟大的神，你是荣耀的神，你都看见了，然后你还是你，不是这样，而是什么？而是你看见这个伟大荣耀的神，他要把他的这个荣耀归给你，然后你怎么样？你看一下诗篇第八篇，这是一个基督徒看上帝的荣耀的一个不同的心。我跟大家提第八篇，在诗篇里面有些地方我们读的时候会有一点点转折上比较难，是因为我们少了这个想法，知道吗？第八篇的想法是：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承受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在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行经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这个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就是你看见上帝的伟大，创造的一切美好，一切荣耀，然后你看见上帝的荣耀恩典的作为之后，那么很要紧的是上帝要把一个荣耀归给你，这个不要忘记这个观念，就是不是你看到就好，知道吗？而上帝说我会赐你荣耀尊贵为冠冕，所以这才是大卫在看这些的时候不一样的地方。他不是只有欣赏赞叹上帝的伟大崇高，不是这样而已，而是上帝让我可以体会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那么最感恩的关系是什么？上帝把你所看到的好给你，这才是一个奇妙的地方。所以这就是我们读诗篇的时候要有一个体会。当你看到耶稣的各样的美善美好的时候，下一步你就要思想了，那么世人算什么？我算什么？上帝说我要把它给你，知道吧？那这就是我们的感恩，我们的感谢。神的名何其美，你让我有这个荣耀尊贵为冠冕。好，所以这是我们接下来要往下读的时候，这叫看见荣耀那么的一个心是什么？是原来这个荣耀不是只有上帝的，上帝说我要带你进去这个荣耀里面，我要把你所不配的荣耀成为一个赏赐来给你。那我们怎么样配得？就是一个心去跟随。那什么样的心？所以十二章要讲这个心，要讲这个心，不是我们，我再强调，不是我们做到，而是我们有一个心，那个心上帝要的，上帝要那一个心，那一个跟随的心。那十二章要讲这个心，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明白下一次我们要提的，好不好？好，有没有问题？所以基督徒在世上不要跟人去比较我将来怎样，不是要记得上帝要给你的不是你自己去拿得来，知道吧？上帝说我就要把这个荣耀给你，然后把这个权柄给你，因为你刚才读的，你怎么去管理那些野兽，管理海里的鱼，那想起来就不可能的事了。海里的鱼跑来跑去你怎么去管它，野兽跑来跑去你怎么去管它，对不对？可是上帝说我会把这个权柄给你，给我。所以圣经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
如果想到有一天狮子听你的话，不知道是什么情境。但是上帝说我们会有这个样的权柄的恩典。好，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有许多的不明白，但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叫你所爱的儿子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也将他的荣光向我们显现。我们知道主啊，你就是生命的光，你要我们跟从你，求你来保守赐福，让我们在世上的日子来跟从你，因为跟从你的就不在黑暗里走，要得着生命的光，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得着释放，得着自由，让我们在你生命的光中知道怎么样去面对我们生命中许多的困境难处。主啊，我们都感谢你，因为是你与我们同在，你成为我们坚固的磐石，你成为我们所隐藏的，你也在当中成为依靠和帮助。我们就把这一切都放在你自己的面前，你来保守赐福儿女们的心，什么欢喜的在当中。谢谢主，你与众人同在，听我们的祷告，也眷顾我们所挂念的家人和众弟兄姐妹。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